大家好。你懂得。我们来到了这个全新的场地。OK。今天呢，我们来教大家怎么热拉伸。拉伸呢，我以前也发过，但是呢，很多人要求下，再发一遍，发一个，再加几个动作。那么呢，我今天就你懂得，给大家就是做一遍，然后大家这个稍微学习到拉伸对这个篮球的帮助，对于整体运动的帮助，包括所有整体这个人生活的帮助都非常非常大。包括有的人想长高，拉伸可以某种意义上帮助到你。那么不多说了，你懂得开始拉伸。首先，你要拉你的这个 hamstring， 你的这个大腿后侧，对不对？一条腿一条腿拉，每个动作大概10秒到30秒左右，你懂得。你够你脚尖儿，能够脚尖儿，能往前够，能够脚尖儿够脚尖儿，然后能要是碰到脚后跟儿碰脚后跟儿，然后呢，尽量往里面，你懂得。然后呢？你做你的另一条腿，OK。接下来呢，我们做这个大腿内侧，大腿内侧，你看这个动作。这个英文叫 butterfly， 叫蝴蝶，因为它长得像蝴蝶。你就拿你的胳膊肘，把你的这个膝盖往下压，然后你脑袋往鼻子往下面够。然后呢，继续，我们换一个方法，拉你的这个大腿内侧。这样的姿势往下趴，然后你懂得换腿。我现在呢基本上就是把我经常做的这个拉伸的这个动态给大家完完整整的做一遍，借着这个时机，我自己也等于拉伸了，但是能给大家一个蓝图，一个方案。拉伸可以做这个早上起来做，可以训练后做，可以晚上睡觉前做。OK， 现在呢，我们来拉伸你的臀部。臀部呢也有几个一些方法。最简单的就是我喜欢的这个，把这个腿往身体上这样抱，你感受的是这一块儿。如果呢你是作为一个想打球打得长久一些，延长你的这个篮球寿命，篮球延长你的这个运动寿命的话，这个拉伸是一个必需品。因为没有人会永远像15、16、17岁那样，对吧，不热身直接打球随便打一天，需要对自己的身体要更好的保养。我们现在换一种方法做这个臀部，把这个腿脚踝挂在你的这个膝盖上，然后你的这个手摁着地往前扣。换一边，做一个能够撑到你大腿前侧的一个动作，就是你
直接你的脚踝都平着的，你直接这个跪地上，然后呢让你的这个身体的往下压，然后你现在能感觉到这一块大腿前侧包括你的脚踝，然后呢有的人呢柔韧性非常好，可以直接躺下去，但是我还在这个你懂得 working on it， 所以我现在只能这样，但是呢你能感觉到这一块。那么看跪着的还有没有什么，还有一个呢是拉伸臀部的另一个方法，这样的姿势接下来呢，今天会给大家展示一些上次拉伸视频，就是半年前我们没有去做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我们上回只是做了一些就是全部是腿部的，我们现在可以加一些身体其他关节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你要拉伸你的这个腹部和腰部，你刚做完腹，你可以趴下，把你的手推起来，脑袋往上看。然后呢，最被人熟知的，你找墙靠着，这样，先拉，看你的这个拽自己，换腿，小腿呢，我喜欢找一面墙，一腿前一腿后，然后你就这样蹬你的这个小腿，自己感受，另一边，再做一个动作，拉伸你的这个腰背，平躺，你找一个地儿平躺下来，然后呢，这个动作叫做十字架，你先这样，然后呢，腿这是一个正骨的动作，你可以听到自己的背后会有喜吗？一个手压在这儿，一个手往那边看。方向，最后呢，给大家告诉一下怎么这个拉伸你的这个上肢。那么上肢呢，可以这个比如说胸呢，你找一面墙，你可以这样撑，反方向往那边墙里面，这个腿往直在前面这样撑，往那边看，对吧？或者说你可以撑你的胳膊这样撑都可以，这样，然后呢你的这一块肌肉你的 legs 可以这样撑，方法非常多，三头肌你背后这样转，这样是撑的我的左边，右边这样转，肩膀手奥特曼放在这个小臂这块，这么沉，反方向是这样的，好吧？
那最后呢，我喜欢结束，我喜欢这个，还是以这个大腿后侧摸这个地板。每一个动作呢，我之前有些动作做的比较过于快，那我只是展示一下，跟大家告诉大家怎么做。那么每个动作大概做10秒到20-30秒，每天做，然后呢你懂得。那么今年马上要结束了，欢迎大家加我的微信，年底有这些篮球训练计划有一些折扣，年底特价，不容错过，很少打折的，你懂得。我们下期再见。